差不多啊。去图书馆。图书馆的，啊、哦，拜年爱图书馆啊。因为刚好退休，已经来找我，他要找一群老人让我来教，因为他完全都不会，必须要节奏一拍两拍慢慢的教。伊看我，伊就是杨宝乡的所在。第二个就是讲杨宝贵的砖头，啊，第三就是学校嘛，第四就是社团嘛，啊，第五就是咱的花卉之乡，啊，都五行就好啊，安尼无该做吧。未使摕单看，所以就爱较早，就恁就爱迄落。啊，这就迄康老师讲，大家要去四所演服，啊，要讲一个安那是超叫。啊，真要超超的。啊，都叫我做，我就做。我规个甲斗小天。大人喝大。咱甲大人科大做招生就好啦，吼，人知影讲大人科大伫阳波，嘿，互伊行过来，安尼吼，知无？阿妈，你知无？一二三四。现在住在盐埔，希望我住的家乡让大家都认识盐埔有什么特色，所以呢，就有细说盐埔的发想。因为我不是在地人，就请阿公阿妈提供资料，编写成押韵的方式。然后让他们往背起来，然后边打鼓边打拍子，然后边背。那我们学习中心的课程其实它是一段一段，为了要让长辈持续的在学习，所以我们就请乡长帮我跟新二社去借鼓来学习声八鼓。那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很大啊，所以这样加一加，我们就说他们是万岁声八鼓。我阿伯踏过以前哦，伊遐人安尼饲饲的，到七八点啊饲饲哦。哎，左老二叫着来我啦，那叫着我来哦，来锁住一直讲哦，踏青去遐就对了。啊！就拍过了哦，这精神就足好。我对这老人哦，会安尼这动脑，就这哦，脚动手动。那无按照我拢继续来啦，啊，是咧，他讲无断，无断。金陵求爱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没第一场之前，我就要开始发给他们。我第一是爱我人没错，没有怪什么的话呀，伊无信啦，伊爱老人无信啦。你今晚咱要行对面的那个白衣，对吗？对了，哎呀。叫伊啊，你小做恁两个头壳较少年淡薄啊啦，嘿，安尼要来教较紧啦，啊，我要来买嘛会使啦，啊，咱表演的所在伫底？啊？这支团队因故解散了，我相信背着上台，在马路上面尽情的打，尽情的叫，在他们的记忆中是留下。